突然天气转晴了，没有云雾了，垭口的地方都会有两种天气。对啊，你不觉得刚才垭口吗？一下子就变成晴天了。和平区有胜西，一塔湾西大甲溪，古中古大甲溪与南亚溪。南洋溪的分水岭于思源垭口一带，南洋溪侧河谷深且水面低，向源头行驶的速度超过大甲溪，使得原属大甲溪的源头支流因河川袭夺并入南洋溪流域，造成大甲溪源头大流量大增，留下宽大河谷，仅见涓涓细流造出的小小河谷之地形景观，称之为古中谷。思源至武陵都存在这样的地形。哦，所以，所以它是这个，它是这种被南洋溪冲刷的大峡谷，然后我们的大甲溪，然后变成这种。参山国家风景区，天气转好了呢。现在是武陵农场，武陵风景区，环山社区部落。山宾馆呢？我记得国中还是高中毕业旅行的时候，有在这边拍一张团体照。哎呀，你要不要再拍一张啊？拍一张团体照啊！好啊，要在这边拍一张哦，骊山宾馆。你要不要再拍一张啊？好，你帮我拍一张。帮你就要。哦，雪松呢？雪松呢？这个是雪松。骊山马拉松赛名人录，2001、2002、2003、2004，哇，下面都没了。骊山游客中心，哈哈，骊山还看得到蒋公铜像。现在位置离
山观景台。哦，他们是这样子，然后从那边往宜兰，往台中，道路中断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从这边走，大余里、南投、花莲、台中。阿里山鱼，这是鱼树、啊。那我们变成怎么走？就走大鱼岭啊。我们刚才看的不是樱花啦，是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要上网查了。看起来也是像樱花。哎，有一只小鸟，好可爱哦。两只哎，好不要一下，你来发财。哼，是它动啊，所以树才会动啊。哎，你在吃呢？梨山遇见好茶，这是泰雅族吗？哦，这边观景台，多加屯山。哎，思源垭口，刚才我们经过的地方。嗯。思源垭口，然后桃山。思源垭口。自家养山、雪山，雪山这边看不到了。大剑山、嘉阳山、剑山。今天比较冷吗？嗯。我两个抓饼嘛，哈。昨天天气没有那么冷吗？昨天没有哈，今天比较冷。现在跟气温一直下降，早上还好。早上还好的。那这边会下雪吗？这边不会。有下过雪吗？这边？有啊。有哈，很久以前。你们是从哪里上来的、啊？就住这边啊，啊这边那么冷呢、欸，习惯了。梨山风之谷，这是什么？1956秘密花园。峰哥啊，我要洗，人家是跟你说不行，那什么时候还会开？明天早上7点啊。
紫英厨房，哦，这个中西式早餐，哎，哦，零下三度，早上起来第一杯鲜奶茶，热的。哦，那个可以租的哦。那当然是啊，可以用租的，对不对？哪里可以啊？哦，用租的，可是那怎么还？我们过去之后，他们那边有人。用好啊，对啊，帮你弄好。所以他的意思是说，你在这边你要自己学，啊，你到那边的时候他会帮你用好。哎，你可能要看一下啦，我不是很清楚啊。哦，好。因为我还没有挂过学。哎，那你们怎么？你们没有到那边？我没有下雪的时候走那边啊。我记得那时候是可以，我台中嘛，我就走那个五关那一条。五关那一条。我们可以过啊。哦。我们昨天一直在想为什么啊？那可能就像你讲的，啊，那边已经塞了啊，所以他不给你进去，他给你下去。他封山可能就是这样。可是昨天我就有这里的客人，晚上客人啊，他说他是自己把门打开。也没有人住啊，他是从那边下来的。哎呀，下来可以。可是他说很差，就把他挡住了。对啊，下来可以，他下来他不挡。有，他说他们是从大云岭回来，然后到那个山洞，嗯，他们说只能往花莲，可是他就自己过那山洞，他把门打开就过来，然后后面的车跟着他一起过来。可能昨天积雪比较，不是昨天下雪比较大，所以又下雨，啊，今天天气比较好。啊，也还好，被我们挡下。啊，不然真的是去到那边了哦，我看就没得吃没得住。哦，你们本来昨天就要离开了。嗯，不是，我们昨天已经到大余岭的那个路口，然后被那个工作人员挡下来。他就在那边很冷，一直跳，说封路了，封路了。说那边关门了。然后五点多而已，他五点就封了，我们5:15左右到那里，然后结果就下来这边了。基本上你们如果要去一个地方，我们还是先问当地，也许因为我们会比较会有路况啊什么的，我会比较清楚，可以帮你们问。要帮你们这样的白走。对啊，还好昨天还蛮早，又下来这边大概6点多而已。对啊，所以你们也是前天就住在这里？没有，我们是从屏东到台东，台东到花莲宜兰，就这样。好的警察，我跟你讲，你可以在下面装啊，通了吗？通了。可以通了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是昨天那一个吗？不是。万一不见了。哎。哇塞，好险，昨天没有。而且昨天没有走。怎样？你看这个路。那，啊，我们要去哪里用啊？哎呦！就跟你讲，好险哦。而且我们昨天被风被拦起来哈，哦。因为那个时候有下雨，更难。哦，今天天气好。那么暗。路况那么差。你看那个山上那个松树全部都雪，哇，有吗？有雪链吗？没有啊。那要加雪链的，这边上去就要那个，对对对，等一下过隧道全部都在。你有在什么？你有在装啊？有啊。多少啊？你有在帮人家装雪链哦？只有前轮带动而已。2255518哦，55。这袂对，字也搁较大，加减算啦。哦，赚足多的呢。无啊，这一个。那你们可以跟着我们啊，到时候那个雪链就可以回收啊。去来配啦，来，雪链给他们拆。我要拆，哎，现在是怎样？这样子有没有？哎，分成两边，有一边长，一边尾，有没有？
这个头这个尾有没有？逆时针头先进去，绕它后面。好，我看你怎么装。好，这个要慢慢给它过去。哦，逆时针。我看一下。给它过去，有没有？哦，那一头过去，拿出来，把它放好，这样放好。其实这边有分哪个是头，哪个是尾吗？来了，这个是尾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尾。老鼠尾头，老鼠尾巴。哦。啊，然后放好了，这边把它拉好，这边拉好。好、哦。来，注意看，在哪边花起来，这只过来都、就是这后边那去的。我看一下。就是这样哈、哦，拉好了这边，从这边把它，如果跌到，就把往回抽，没关系。有没有？在这边。哦。八卦哈。跟着他好。拉着，不能给他动哈，不能拉下去，把这个拉出来，把这个拉出来，看好哦。哦。这个勾的。哦，这个勾的。这样才可以放手，绿色安全。嗯。那绿色的这边是这个八角，这个抽回去就是打开。哦，我知道。啊，这样把它放回去。哦，要放回去。放回去，来，这个拉出来，你看你这个有多大。搞不好这一组还太小，看一下，还可以，很勉强。勉强。它是它的。哦，这样拉紧。拉紧，一掰一掰。这个是加装加。没有，它这边一掰一掰，我多一个会比较松，比较方便。有时候。不能太紧呢，太紧会断掉呢，对不对？太紧了。太紧会断掉呢。这个哇，蓝色，你一定要在旁边。哦，蓝色一定要全部在旁边。哎、啊，我刚才用的话会比较安，我爱注意安住后哇，弄在旁边。太紧不是会断掉吗？不是断掉啦，是那个，这个怎么讲？松掉，拧一。好、哦，这在、啊、这在高。橡皮在拉着。橡皮对。在拉紧，哦，就没事了。破冰的那个爪。破冰的爪那个你不行哦。为什么？这边没有斜，像这样过去爬坡的地方你就爬不上去了。哦，破冰那个爪哦。对。破冰爪那个。那个四轮传动比较好，你们。我们这个不行。不要，再爬不上去。哦啊，所以我要拆的时候就反向。来，你要拆的时候，这个是不是在这边？啊，对。这个绿色，你记得绿色安全在这边。绿色在这边。在这边。啊，你要拆的时候把方向盘打过来。哦，方向盘打过来。你的手才不会脏。哦。你这边拆，这边拆掉了，哦、这边拆掉，再拆这边的时候，上面不能给它溜下去，要把它。哦，比如说在这边的时候，这整个都是。那你再教我怎么拆好了。有没有绿色的？哎、啊，这边拆开。你说我先这个先拆开，拆开，然后、啊、把这个勾勾拆开。这个勾勾拆开，第二个、哦啊、拆开，这上面不要给它滑下去，这样看得很清楚，有没有？哎，你这边拆开是松了，这个给它松一点点，这边松。啊，你这边的方向盘打这边。哦。啊，你把这边里面那一个扣开，要、啊、把这个拉下来，这样就好了。哦。那个卡锁，那个解开是最后的。它是往后抽。哦，在隧道口啊。他说这里就有在装了啊，哪有？我没有看到人啊，你没看我们现在？我刚才有打电话了，他说那边就有人在装了啦。今晚叽叽咕咕，叽叽咕咕，这样会不会到那里就断掉了？合欢山隧道。